哎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。哎，自从我被打入冷宫，我已经整整瘦了18斤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娘娘，您别这么哀伤了，要不然找人给您做点吃的吧。哪儿还有人呢？都被皇上派去给梅妃祝寿了，现在御膳房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没事儿，我来想办法，我来给您找个人，好不好？能找得到吗？绝对能找到。哎呀，这真是真是太可笑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月光宝盒真不错啊，唰，500年前还能看到美女。如果我有一个就，这，我好好的看电视，怎么到这儿了？这风格好像唐朝。哎，坐下何人？兄弟啊，这姑娘长得蛮漂亮，有点像杨贵妃啊。注意素质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贵妃娘娘。真的？哎，我回到唐代。哎，娘娘，这位据说会做菜。嗯，你会做菜呀，胖胖？注意素质好了，我本来就一厨师的。您都会做什么菜呀？什么都会。那给我们贵妃娘娘说两道来听听。哎，好像历史上记载，贵妃娘娘一个号荔枝，还有一个喜欢吃鸡翅。怎么样，鸡翅可以吗？贵妃鸡翅你会做吗？不会。不会做你在这瞎扯什么呀？就是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让我白高兴。你别看我们娘娘被打入冷宫了，还是有生杀大权的。如果今儿你不能把她伺候好，你保不住了。那不会做贵妃鸡翅那咋办？怎么办？要做一个珍宝鸡翅的。我拿手，我拿手。那就快去做吧。行，拿着。我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唐朝可有规矩的。这个菜做不好的，基本都杀掉。又杀他？哎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的。这话不能乱说。不是，你不能乱想，得看他做出来这东西怎么样。你珍宝鸡翅怎么做呀？哎，这宝鸡翅呢，我们有几种配料嘛。鸡翅当然少不了。哎，然后这边有圆椒丁，节瓜丁，黑橄榄。哎，这个如果要是小西在的话，肯定又说，哇，这个彩椒又出现了。好，每次都这样。就是，好，那第一步是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料要把它炒熟。好，先把它炒熟。对，说明这个菜是熟的。好，哎，娘娘，因为在冷宫时间太久了吧，说的话好像不大搭调。我觉得我傲了。我以为他刚到日本。丁丁特别喜欢切丁，是吗？那你喜欢切什么呢？我比较难切什么，什么都难我。然后我们在炒鸡的过程，我们把鸡翅处理一下。哦，鸡翅怎么处理啊？鸡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转弯的嘛。我们把它这个当做两个骨头把它抽出来。哦，要拆骨。这以前我们好像我们节目也做过。也做过。关于拆骨的东西，那时那一期好像是小西吧。小西做的。对。哦。这次换杨贵妃了。哦，那杨贵妃要不要娘娘要不要试一下？娘娘算了，不用动手了。娘娘在冷宫时间太久了，动手能力手脚有点冰凉。哎，对，动手能力比较差。稍不是，您是在冷宫还是在冰箱啊？什么叫手脚冰凉？手脚。哎。你这个多少还是有点这个西餐的做法。中餐也，这是中餐的做法。中餐的做法。哎，这是广东菜有一个菜。粤菜粤菜有一个这样的做法。因为我以为你是按照西餐做法，这个外国人都不太喜欢吃骨头。这个嘛，不分的。不分的。啊，炒好。所以我得炒一下，加一点点味道就可以。不用。你刚才好像加了什么？加了点盐。加了点盐，加了点胡椒就可以。哦。那你这个鸡翅，等一下就完全靠这个的味道吗？对，靠这个味道。哦。这个里边还可以塞点别的吧？可以啊。比方说像广东菜有塞糯米饭的。嗯，然后我们以前做过塞芝士的。芝士塞芝士都可以。那你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塞这个这么素的呢？素的呢，我一个是荤素搭配，而且呢就是鸡翅呢，我们等会儿是用蜂蜜把它烤出来的。然后烤出来之后呢，里边有点素的，它口感会更好。而且营养比较丰富。
杨贵妃嘛，这段时间也瘦了，要补一下。是您不能再瘦了，瘦了我都认不出来了，真的。您再瘦就变烂了。我再瘦就可以从冷宫里出来了。嗯。然后我们把它这个，我们把它封口。哇。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的把它封起来？你不封起来的话，等会烤的时候不就是馅儿都出来了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烤盘上，刷一点。那要烤多长时间呢？200度烤差不多8到10分钟。八到十分钟。但是呢，你在烤的过程中呢，隔两分钟刷一次。嗯。哎，看上去还不错，但是似乎油多了点。所以我们拿一点油脂把它稍微。我们这上面其实也不光是油，还有蜂蜜。其他一些蜂蜜啊。我们今天一上来全烤出来有一点油。啊，有点油。娘娘，您的翅膀好。哎呀，我好饿呀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外面还是甜的。啊，真的好吃吗？刷了蜂蜜一下。哎，这个为什么这个鸡翅这么饱满啊？因为里面塞了东西呀。塞了东西是什么？真饱啊。嗯。吃了可以胖胖的。您是想模仿我们贵妃的身形是吧？不会害我。吃了我的鸡翅，保准你一段时间之后能出冷宫进热宫，肯定得了皇上的宠幸。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胖子都骗胖子。哎，看来你还挺会讨我们娘娘欢心的。专场。哎呀，娘娘，您觉得这菜怎么样啊？好吃。好吃是吧？看来你还做得不错呀。嗯，那当然。你好馋了。嗯。好吃吧？刚刚给我做菜的那个胖胖呢？胖胖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。啊，这怎么可以？啊，怎么了？嗯，太好吃了，我还想让他给我做。哎呀，这个那没关系，以后再把他叫过来吧。但是可能有点问题，没那么方便了。哎，他闪得挺快呀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这个其实以他不在也没关系了呀。以后嘛，这个咱可以再给您找别的厨师做。好吧。胖胖说我会出冷宫的。